逆袭啊，这个名字好像在某片才会看到。OK， 好，各位好，我们今天来玩试玩这一款逆袭月亮骑士还是月光骑士都可以。月亮刑警 ，OK， 这是试玩哦，看它的好像是哦，正式版本预计2022年秋天上市。大哥啊，都现在快过年嘞，等一下。它上面是写1月多啦，一月多上市。进入教程 ，OK， 我们就进入看他怎么教哈。这个好像，这个背景很像 X4 那个西格玛，然后左边那个是洛克的协调方式，然后角色很像，那种姿势，这个姿势好像是。魂斗罗吗？铁血军团呢、啊？还是那个，你知道那个叫什么？银河什么银河战士啊？哎，跳跃，然后翻滚魂斗罗。这个哎、欸，这个普通砍很像那个初级飞龙、啊，然后这个连砍就是杰洛了，杰洛。由初级飞龙变到杰洛，刚好都卡普空的，那个卡普空的那个律师正在路上啊，律师函正在路上，还有科乐美的也有，还有任天堂的也有，哦，完蛋了，一口气得罪好几家厂商，哈哈，实在是，这叫借鉴啊，借鉴读音读叫抄袭。对对，这是很可能那个魂斗罗的，他能冲啊，可以冲哎、欸，这个冲的样子好像初级飞龙，对对对，没错，初级飞龙那个姿势很像。哇，阿里古 ，Sonic Boom， 哈哈，等一下，洛克人加那个。洛克人家那个忍者龙剑传，不可能。OK， 途中，哎呦，它是暗月毛，我靠！可以连跑 ，OK， 这区域有敌人。跑攻很痛，按 B 钮。月毛，这个哎、欸，这个招是谁的？就往下踢的招式是借鉴谁的？还需要踩，看被打到，哎呀，哎，可以用踹的，哈哈哈。有点硬，啊，切！我还可以挡，哎呦，你妈逼！他可以把子弹切掉，跟老二把你切掉一样。辛苦了，重启打 boss， 还真的打 boss。哦 ，Aki， 有点难哦。哎呀呀呀呀！太弱了。
我太弱了，不要跟我说没事。我哎呀，好好，我要跟他单挑。哎呀，血！月毛更痛啊！月毛打就好了，要平砍一下三角，可以秒杀的东西，跟他玩普攻。生物武器实验室，嗯，我要复苏，我要复苏，死亡复苏。啊！救命！你他妈都是开啊！杀人不眨眼。哦，这个就《忍者龙剑传》了。巴迪。哦，这个硬哦。他往下射。太高估这个游戏的 AI 了，啊，低估啊，说错了。想命！哎呦，哎呦！我太久没有玩类似这种的，有点感觉起来，觉得这个游戏好难哦。打 boss 了吧？喂，尖那种是尖字。哦，铁血军团。手不会受伤，那还好。哎呦！啊，太慢。对，这个还是要需要背板，到底背板它的攻击方式。你要用月牙才对，不要省。真的说，这打完魔不要省，干他就对了。忘记弹了。往反边跑就可以了。OK， 边这个比较厉害。哎呦！没了，好像伤那么低啊！对，刚刚教学骗我。哎！
跳，我以为可以站着直接砍。干定啦！又带又带。如果说还有第二形态啊，然后感谢你的游玩，哈哈，哎呀不傻。B for bitch， 太酷了吧！对、欸，这火焰是不是会烧到人吗？宇宙巡航机，干史瑞德，许瑞德。哎，又是你！我可以打回去，但是不能够受伤。哎西，看一下他可不可以把他弹死？不行哎、欸！哦，直接上去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没有跳？但我的叉。刚刚直接问号，插件没有，插件没有，没有功用，老旧了吧？摇杆老旧了，坏了，打 boss 啊？没有，咳咳，闹事呢、欸。喂，哦，女的，男的啦，不会是女的，过关，就这样过关。冷清，发现道具 S 呢？我有 S 呢。啊，道具什么道具？进化吗？哎呀，就这样，两关而已啊。Good evening, and dive bed.There is a small growl of the person. 这都是看那么快，太快了吧？有点那个机器战警的 feel 啊！好啊，来听一下那音乐。
原来跟他是 BOSS 的手是可以切掉的，妈呀！好啦，也会可以感谢啊，玩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啦，我觉得还可以啊，难度有诶，可是太久没玩这种八 bit 的，是16 bit 的那种游戏，整体起来蛮不错的啊，相当有难度。以我来讲的话，因为我就废嘛，哈哈。好啦，就这样吧，感谢各位的收看啊。